happy， 我们很开心，我们很 happy， happy happy。收看到的是我们智慧树的暑期特别节目，我要挑战。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龟腾希勒大草原。没错，暑假期间每周一到周四，我们都将带着小朋友们畅游大草原。当然别忘了，还会带领你们领略很多具有蒙古族特色的游戏项目。每期节目当中将会有两位小选手参与到我们的挑战当中。那还等什么？赶快开始我们今天的草原之旅！啊，大草原上的空气就是新鲜。哎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听见了吗？哇，多么美妙的歌声啊！要不咱们一起去看看吧，走。
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打个招呼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呼和。大家好，我叫特古斯。大家好，我叫温朵拉。大卫老师好。你好。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呼和老师啊，刚才您唱的时候啊，我好像感觉跟我们平时唱的好像不太一样。什么方法呢？这是炒耳道。炒耳道？对。哦，是一种唱法的名字是吗？哇，太有意思了。哎，那今天啊，我带来了两位小朋友，三位老师能不能教他们唱这个？可以，没问题，可以的。可以是吧？可以。好，两位小朋友，我们哥哥姐姐好。自治区小选手杨锦熙，今年八岁，来自内蒙古自治区。跟各位老师打个招呼吧。老师好。你们好。哎，那今天呢，这两位小朋友要和我们的三位老师一起学习这个炒耳道，有没有信心啊？有。好，准备好，我们有请这个呼和老师。接下来呢，我教你炒耳道。那炒耳呢分两种，第一种呢是低音炒耳，还有一种是高音炒耳。刚才我唱的就是低音炒耳，现在教你低音炒耳。低音炒耳的来源就是牛叫，是牛叫吗？这样，来学一个。这个很好，你呢？哦，很好，这个好。再低一点。这是牛叫。对，很好，这个很好。那高音炒高音炒呢，就是高音炒呢，就小羊叫一样。你来一个。再紧一点，放松一点。小羊，来，我们一起学小羊叫，好吧？一二三，咩！哎，那低音炒耳呢？是哪种动物？牛。对，是牛叫。啊，我们来牛叫啊！一二三。好的，那电视机前小朋友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不如这样吧，我们一起来唱这个。好不好？可以的，好不好？电视机前小朋友们也一起来，好吗？备，开始。真的是丰富多彩。在接下来的挑战时间里呢，我们的两位小朋友还将进行具有蒙古族特色的游戏比拼。哇，究竟是什么游戏呢？赶快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。布鲁击中，布鲁手中拿，瞄准目标向前打，铃铛响起才算数，看谁打得准又多，准又多。游戏计分方式，每人三次机会，打中目装多的小朋友获胜哦。好的，我们的两位小朋友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哎，在开始他们的比拼之前呢，我们要请他们来说出自己的口号，为自己加油鼓劲。是的，首先是我们的王博宇小朋友，准备好，一二三，开始。我挑战，我成功，耶、yeah! ！好，加油啊！好的，下面呢，有请我们的杨景欣小朋友说出你的口号，预备，开始。智慧树来挑战，我最棒，耶、yeah!！好的，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比赛环节，那就是布鲁击中。好的，我们紧张激烈的比赛就要开始了。首先第一轮，我们打绿色的木桩，来，首先有请我们的小公主，开始。
击中啊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努力。好，马上是第二轮，第二轮要击打的是绑有黄色装饰物的木桩，来，准备好，开始，使点劲儿，瞄准。动一下，你可以移动一下，没关系。这儿来啊，黄色木桩。黄色啊，你还可以再过来点。对准黄色，对。好，加油。三轮，我们要击打的是绑有红色标记物的木桩，来，准备好，开始。宣布结果了，经过刚才三轮的比拼，获胜的究竟是我们的草原小公主还是我们的小勇士啊？小勇士呢？好，现在我来宣布，在刚才布鲁击桩环节当中获胜的就是我们的杨景旭，恭喜你！来了，我们的王博宇小朋友表现得也很棒，对不对？为自己鼓掌！一起为自己鼓鼓掌！再次恭喜我们的两位草原小勇士，表现得都很棒啊！太棒了，那他们还获得由我们栏目送出的精美礼物，祝贺二位！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还记得我们今天一起体验的是什么游戏项目吗？如果记得的话，就不要再犹豫了，赶快和我们取得联系，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吧。是的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将继续带领大家体验非常有意思的项目。哎，相信明天的两位小朋友一定会有更加出色的表现。是的，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：欢迎来挑战。我是大哥。嘿，我是摩尔。大哥。摩尔。大哥和摩尔。小心拉肚子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快来，快来，我们玩会儿吧。哎呦，哎呦。哎，大哥。怎么啦？什么味呀、啊？太臭了，太臭了！摩尔，不好意思，我拉肚子了。这会儿我都去了三趟洗手间了。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估计是昨天吃东西吃坏肚子了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大哥，大哥！哎呀，哎呀！哎呀，我不行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哎，大哥，有情况，我们快去看看吧。走吧。哎呦，哎。去帮你倒水吧。好，谢谢。咦，水壶里也没有水了。我有办法了。停，水龙头里的水是生水。小朋友，我来考考你们，我们能不能喝水龙头？
要喝水龙头里的水。不，没错，答对了。是哦，水龙头里的水不能直接喝，太不卫生了，喝了可能会拉肚子哦。不要接水龙头里的水，妈妈这儿有烧好的水，我帮你倒吧。小朋友吃水果对身体有好处。大哥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发现水果有什么问题了吗？水果坏了。是小朋友们说的没错，坏了的水果能不能吃呢？不能吃。哦，我答对了，吃坏了的水果会对身体有害的。明娜，坏了的水果就不能吃了。哦，爸爸，我想吃水果。水果，刚买回来。停！大哥，这怎么停了？这是新鲜的水果呀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道哥来考考你，吃水果的时候是应该先洗干净，还是可以直接吃呢？应该先把水果洗干净。答对了。水果洗好了，赶紧吃吧。啊，谢谢。小朋友们要注意，生水不能喝肚里。植物坏了不能吃，水果洗净才可以。不能直接喝水龙头里的水，不能吃坏了的食物，水果要洗干净才能吃。我是豆哥，还有我，我是摩尔。咕咚信箱，大家好，我是红果果，咕噜咕噜。
我是小咕咚。铃铃，我是你们的朋友，我叫铃铃。好的，铃铃，赶快来看一看，今天是哪位小朋友在微博上艾特我们了吧？铃铃，好的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吧。红宝宝、绿泡泡，你们好，我是河南平顶山的王昭元，小名叫臭蛋。我每天最高兴的事就是和爸爸妈妈一起看智慧树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在电视上看到我自己。哇，太棒了！凡是给我们写信的小朋友，都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栏目送出的精美礼物。电视机前的你，赶快行动起来吧！发条微博和我一起分享吧，传张照片和我一起分享吧，拍段视频画张图画寄给我，记起